概是早上6:50，我今天要去大洋路，其实是8:30集合。可是我昨天去看气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，如果可以早点去卡位置就比较好，第一不会吐，第二是风景比较漂亮。因为我的车刚好它7:00有一班，7:12有一班，我就想说为了怕我到最后迟到还干嘛的，那我就提早出门吧，好累哦。接下来7:12那班，下来当然就是8:00那一班，我就算坐上去用跑的也赶不到我的8:30。我现在还在 holiday， 还没 working， 努力的玩，努力的工作。哦，真的外面天气超冷的，就这样吧，拜。现在来到阿波罗湾的这个小镇，然后我有点忘了，反正还是阿波罗湾就对了。天空一样好。墨尔本市区市中心，是有经过一些有
是小酒吧那种，我觉得还不错的样子。